有没有声音了？我们别去别拥抱，那又怎么再方向？爱情来不及变了，又送着风了却无效。I'm just gonna fall your baby as in girl say you let and do this baby without you the are you without you the are you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，老酒鬼就喝这个小米酒。呀，喜马拉雅那乌米努拉努拉吉那德呀。喂，对，就卖包，就卖包。Saya andung amaku, saya mak makulai masa. 好像贵子，孩子要满大，要12个、18个都没有关系。谢谢哈。我们一生间幸福快乐，他妈个，他妈个 ，in the mass map。哎呀，真的成功了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好长的睫毛。成功了哎！Let's go! Let's go!
会长的人。招招手，招招手，招招手。这是什么季？啊？这叫什么季？樱花季。这里是哪里？大同乡。大同乡后哪个村？仑背村。仑背还是仑皮？仑皮。哦，你们是哪一组？太阳族。太阳族哈。好，再讲一次，这什么季？樱花季。好，谢谢啊。好 ，OK。自己种的菜啊。哦。那是谁的雅吉？不要。我阿妈。不要拍我的。电脑是吧？我用他的钱买电脑。弟弟借过一下啊，借过一下，我拍那个。太多的时间呢，最后在这边，因为待会的这个活动呢，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有歌唱比赛，也有展演舞蹈，还有今天这个活动呢是一整天的这个系列活动，周边呢非常多的这个景点，可以值得让我们走一走看一看。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辛苦了，谢谢乡长，对，徐处长啊。也在议会里面呢、可以说是最爱、最表现最爱国的一位处长啊。那、我们公领处的王怡宁、江蕙等有名歌手啊，录制、作词、作曲很多的作品。好，现在我们比赛正式开始。我听你说。世界光环，尘埃风浪。
来自，那么领导名字全部上来哈。陈淑梅、石永雄、吴雅林、孙花、赖心怡、潘美惠、史碧琴、简金雄、陈永前、林美玉、文美莲、潘小鱼、陈明光、黄美元、刘秀梅、张之杰、陈小华、纳陈花香，来按照那个名字，来为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安排一下。来，陈两位哈，陈两位来，把这个针到这个线来。陈淑美来，石永雄，第二位。吴雅林，吴雅林，孙英华，赖希宁，潘美惠，史玉琴，简新雄，陈永前，林美玉，好，第二排，温美莲，潘小云，陈明光，王美云，刘秀梅，张志杰，陈小华，纳陈花香，中央委员会强度感激，开玩笑啊！来，我们请钱世宁念到李市长到前面来啊！紧张紧张，刺激李世宁来自乐水村的总分263分，你怎么知道？林美丽第三名，来自茂安村的，他竟然能喝光一瓶的红酒，还是继续唱，总分265.1，陈明光第二名，来自港街奈。265.2，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立鹏，第一名，好刺激啊，刺激！国家步道最好的地方在哪里？松罗，哎，总分272.2，它中间是美丽的美，后面是花脸的脸，温美丽。
合照。我爸爸叫简斗，爷爷是牧师。